他有脑子的话，聊天多无趣啊，有的时候就要让自己大脑放空，让自己没脑子。一片片的森林带我去开发，多好。真的，有的时候感觉聊天这种纯聊天的，就是想聊什么就聊，本来就平时就有点想睡了，就要放松一下。欢迎小猪猪，对吧？懒懒虫，对吧？又怎么了？对吧？心里好难受，每次看到那个片段都看不下去，太沉了。
这部电影，而且就是它很多情节也经得起推敲，然后也没有那种没有什么那种理不了的情节都很好。当时我看的哭的稀里哗啦的，尤其是那个男生，我靠，那个腿最后被打成那个脸，被打成那个样子，我真的死掉了，看得我好难受啊，当时。对，他是根据一个真实的事件改编的，也基本上是，只能说也是大部分还原了吧。而且当时我们中国人也，我们中国当时也帮其他国家的人撤离了嘛。然后就是我们中国在这方面做的还是很好的，就让自己的同胞在海外撤离。感觉小莲就是一个小分数就够了，他就是一个大分，一个大分就完了。果然是差一点。哎，我觉得这个鉴定完毕。这个鉴定完毕，我觉得这个鉴定完毕，我觉得这个鉴定完毕。因为我嘴巴有的时候，就是那里面有没有那种感觉，就是嘴巴有的时候挺近的。而且这部电影里面真的是这部电影里面不是有很多那个吗，很多不是有很多很多的那个，就是一些武器啊，还有一些设备啊，仪器啊什么的，还有交通工具嘛，就是像很多其他电影是没法用到的，但是这部电影是用到的，是因为国家它应该属于国家投资来这部电影，是机谁来哥哥，对，他要直播呢，要陪伴我的，我下播了就去。好无聊，不是国家头牌，反正就类似于那种，他是得到国家支持的那种吧，应该得到国家支持的吧，要不然他很多东西本来是用不了，但是他都能用得到的，他都能用得了。玩个游戏行不行？好啊好啊，玩什么游戏说，咱们玩个游戏吧，我也想玩游戏，要不然这样一直尬聊也不好。你都打了一天这四个字。sorry 感觉很对不起。不开车不开了，玩游戏来吧，不玩不开车。拿起手机给我闺蜜打个电话，然后呢，我闺蜜还可能要加班呢。然后呢，你先说说，我看能不能做得到。这游戏可能会玩死吧。好多隐秘武器，秘密武器你都没见过。对啊，其实里面很多秘武器本来一般都是在电影里面是出现不了的，然后这部电影里面，然后他就把它。准备给他介绍男朋友，哪有男朋友啊？开这种玩笑好吗？我这闺蜜有多找一个没有男朋友，真的说实话，闺蜜就有男朋友，而且就有很多人都提早订婚了，这游戏玩不了了，我没有很多闺蜜。闺蜜不是特别，就十几二十个，然后真的。
我告诉你，我身边的闺蜜，反正跟我处的比较近的，都有的。无论说啥都看能得到哪。你让我跟闺蜜聊天吗？你看我朋友圈，我都很少发发别人的照片啊，我不想玩这个，不玩这个。我曾经玩过一个游戏，玩崩了，你知道吗？我玩崩过一个游戏，就打电话给前男友，结果就也不是玩崩了，玩崩过了，就会挂电话了，好尴尬。朋友圈给我发的爽。欢迎暴龙哥的好评。你发朋友圈啊？我以前就是，我以前玩过两次。因为我之前谈过两次恋爱，有一个比较甜，然后他还说。不是，关键是我当着别人跟我闺蜜聊天，我很尴尬啊。平时聊就怎么聊都无所谓，但是就在直播间里面，我跟任何人聊天都比较，当着你闺蜜聊天会比较，其实都会有点拘束。不要看我逻辑，我是没有逻辑的人，已经是一个没有逻辑的人了。好像新颜都没有那个了，新颜好像都没有那个叫啥的，连那个都没有的，连那个游戏，现在连那个什么猜拳游戏都没了。不玩，那我和你玩吧。那我宁愿找一个不熟的人。我爸回我信息说，刚刚没有说，我问他家里面有家人吗？他在练车，很努力啊，最近我爸，你害羞，不害羞啊，来吧。我也试过在直播间跟别人聊天，效果不好，真的不好。然后就在自己的直播间里聊天，来聊一聊。然后听着你给我打电话，对啊，挺好，让别人听见。但是这样其实没什么，其实我觉得趣味性大。我觉得像这个场景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哥哥，你说我是天然的，是不是因为我丑啊？这是一种什么感觉？就是，其实你会害羞的，对不对？你肯定会害羞的，你绝对会害羞。不同意，不打电话给闺蜜。我觉
觉得这个游戏不好玩，玩不来。我可以跟你们互动，但是因为你要知道我可以跟你们互动，跟别人就是在直播间，我跟别人不会害羞是什么？害羞是很好吃的一个东西，但是，就是最好不要吃，吃了之后你会各种会发生各种糗。谢成你的么么哒，谢成你。后面号。后面号差一个吗？是吗？二四六八九，两个呢？两个组合很多的，这也太难猜了吧？我就觉得玩这个吧会很搭，因为我玩过这种游戏，玩过好几次，就是玩不起，而且会比较的小心。场面一度尴尬，是这样挺好，然后就沉默了。不会沉默，怎么可能沉默？欢迎二叔，只是有的时候，就是瞎聊，你就要去聊，就是故意去找个天。你有的时候就是有什么事情啊，聊天还好，你就这么突然间找别人聊天会很尴尬的，对吧？谢谢二次么么哒，而且我是蛮有目的性的那种，还是蛮喜欢的。欢迎李青山，欢迎放放的。问一下我爸什么时候考二，什么时候？哎，森森，准备什么时候去那个？你准备什么时候去学驾照啊？去学驾照。还有一个，你们这两天有没有看到一个视频啊？我在是，本来我在那个，对啊，等其实这个话题，等一下再说这个话题。不是那个嘛，我爸已经通过科目三了，他现在在练车，我把他车给开了。怎么样？科目二一般才科目一，之后就难。我当时我记得我是学了联考试加学吧，40天还是一个月左右，还拿这个还蛮快的。我记得当时我考试还挺好的，最后一门。欢迎志，对，欢迎美东。然后就是那段时间，我就天天去，本来是排不到我的，插队去的，那种插队排进去，排进去之后，然后教练就不用多一点时间教你。我真的我没有被教练骂过，你们学教练学驾练驾驶的时候被教练说过？没有是吧？就是我们那边的有个人就被教练骂得很，他都不知所措，你知道吗？以前就有些人，就是我叫我一个阿姨，她在我上高中的时候，应该8年前了吧，然后去学驾驶的时候，她有一次，我妈说，就是我，然后。我妈为什么一直不想去学那个驾驶呢？是我爸本来让我妈去学，因为我爸比较忙，也没时间去学。然后我妈看了她身边那些女生嘛，就是我那些阿姨啊去学。有一个阿姨特别搞笑，她有一次炒菜，炒着炒着炒哭了。我妈说啊，你说这怎么回事啊？哎，我丢死人了。她说就是被教练，就是天天被教练骂，你知道吗？就有的时候说太紧张，说考了个驾照，说考了我都不想去考了，说每天去考去学驾驶学驾照，心里太紧张了，说压力太大，然后炒菜炒哭了，这
但是吵太吵了，吵哭了。我妈就是说感觉教练太恐怖，我不想去学。真是真是真的不是吹牛的，是真的。就是我妈，当时我听我妈讲的时候，她说我不学不上，我说我不去学，说我这么笨，到时候肯定也会被教练骂。然后我当时去那个教练去学驾驶的时候，我旁边有个女生，那个女生好神奇哦，她都考了两年了，都还没考过，考一年还考两年，就考很久很久很久，就考了好多好多次，好多次她没过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她练的也特别多。而当时她就是差，就是她本来不是我们这一期的学员，就是从很就是她差好多期的那种学员来练车，结果她考了很多次了，她都没过。结果最后一次我们去考的时候，我们全班就她一个人没过。那天的菜齁咸了。穿件衣服去练，他肯定不没有。我真的是从头到尾，教练都没有骂我，而且教练还让我，就是，有一次就是怎么说呢，就是教练还把，就是他会让，他有的时候还会让我多练练车呢，挺好的。反正他因为我也挺听话的，而且我练的也不错。然后就有我记得第一次我是去那个。开始是在驾校里面，在驾校里面练车嘛。第二个好像要去场地吧，考试场地，就是要在路上，就在路上开车，就路考是吧？然后第一次就是刚学几天，好像就感觉好像也没学多久，然后教练就让我去开上路开车了。然后我这半天我开了好远好远好远的路程，把他们从驾校开到了那个，开到另外一个场地，反正很远的一个地方。一路红灯绿灯，我开得好稳啊，我就觉得当时自己好牛叉啊，就学那么几天我就已经会开车了，然后现在什么都不会，现在忘得一干二净。谢谢懒懒的跳票，谢懒懒，两年考不过还练什么，考出来也是杀手。反正那个女生考了很久，真的好久好久，她自己那个教练当时哑疯了，教练看错了，我这个眼神啊！我说呢，我说这个懒懒今天怎么那么反常，给我的么么哒呢？对呀、啊，我说的，这个微信和加朋友账今天忙了。哦，对对对对，好好好，我加你，我给你微信。然后前两天，哦，不好意思，秦大哥，不好意思，我把微信给你了，然后因为那个。那种事情，因为前两天他不是帮我刷了嘛，然后结果我当时，然后昨天我让他给我微信，他也没给。秦大哥么么哒。然后就到我这最后一次考试的时候，就最后一次考试不是要进场地什么倒车入库啊，什么就是路考嘛，就是实践考试，然后什么 S 弯道啊，什么上坡下坡啊，那个时候考试吗？上坡下坡考试的时候，我当时一紧张，然后我准备开车的时候。那个时候当时就打了招呼嘛，就让那个监考的人去提醒一下我有什么细节方面。当时我一紧张就准备已经开进去了，因为那个时候第一件事就要系安全带，有的时候老忘记。然后对对对，那就是应该科目二吧，不是科目二还是那是科目二，科目二那是科目二忘了，哎不对吧，是不是啊，那就是吧，那就是我，那我就记错了，反正
准备开车进场地考试的时候，不是电子监控吧？然后我当时已经快进去那个考试了，然后一个老师说：“不，赶紧停，赶紧停，赶紧停！你怎么里没有系安全带啊？”当时说，然后幸亏那天提醒了一下我，要不然我就直接 over 了。反正每科都是一次性的过的，然后现在我都不知道不知道怎么发动了，完全不知道，我都好久好久没有碰车了。我都已经好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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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有考试，但是我觉得应该也很快，要学的话应该也很快。现在就都是那种自动驾驶，然后会比较方便。把个档开着车。倒车入库倒多少杆了，然后下车把杆停，然后上车继续开。然后呢？那肯定不过了吧？他都不会几名，不会几名。几名哥哥，我把那个微信给你了，你可以加我。过了，不是电子监考吗？怎么过呢？都撞干了。教练收了600块红包啊！是什么时候学的？我记得当时是挂杆的。我们当时已经是电子监控了，就是没有那个老师在里面，全程就是电子监控，然后电子来检测你的那个操作，然后就是那种中途有一个什么操作，我那时候也电子的，对啊，你们是什么？好像电子的，好像是。也蛮久之前了，六七年了，七八年了，八九年了。因为我哥，我记得我哥当时学的时候，十年前，我哥当时是十一年前。然后他当时不是他那一年应该是最后一年，之后好像都是这样。现在进一步很多，这不会错。帮我说一下，优走帮我告诉一下子晴哥哥，我把微信私信给他，他可以加我。然后我们又多了一名开黑的成员，可以一起开黑的宝宝。昨天竟然有人过，就那个臭狐狸。你今天肯定跪板，我微信发你，跪板啥意思啊？今天不会停，不会停的，真好。哇，幸亏他刚才静音了，没有感谢错了，他也没听到。谢谢。过一百，为什么？对呀、啊，像跪榴，我天哪！你不知道，如果真的是被榴莲砸一下，我感觉真的是出人命的。那个榴莲好戳人呐、啊，就我觉得手不小心碰上去，就好疼。嗯 ，OK， 好的。哎，不好意思，姐妹，你这优总帮我感谢一下那个启明哥哥，感谢他的票票。距离他5米远，
为什么呀？其实我觉得榴莲真的不臭哎。你是闻到榴莲有臭味吗？我是闻到榴莲一股煤气的味道。我真的不觉得，我真的不觉得榴莲是那个是什么臭味，我就觉得它是有点煤气道的味道。第一次闻，就第一次接触榴莲的时候，他们老是说榴莲臭，我是觉得榴莲是那种，就是有煤气。你知道煤气瓦斯的味道，瓦斯就是我也不是天然气吧，应该算是那种味道，我是有这种感觉的。然后之后反正就是那种味道，反而很喜欢。和一群合法的联盟。合法的流氓是什么意思？什么叫合法的流氓？合法的流氓就是，哦，我应该大家懂了。优总，帮我改进一下词，公务员是吧？我也想说呢，我也正想说呢，但是我害怕我不能说。我的 deep 是吧 ？deep 让你喝敬酒。你好过分啊，优总，过分你！好吧，我说感谢好吗？感谢票票好吗？喝敬酒，喝什么敬酒？敬酒，你好，你要开杯哦。为什么敬酒不能贪杯啊？因为敬酒喝多了，最近不是那个鸿茅药酒吗？出什么事了？什么鸿茅药酒啊？里面竟然有爆竹。